哦耶！OK，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拿出它吧。我们的宝贝。我们来看看。不是这个，我们被骗了。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宝可梦。是皮卡丘。然后他电了我们，他打了我们，他应该被关进监狱。哦耶！我们好不容易才出来，这个黄色的怪物不会在监狱里待太久的。我怎么抓到皮卡丘？这很危险。够了，我们是火箭队。我们会证明我们是职业选手的。哦耶耶！你准备好接管世界了吗，伙伴们？我们会收集所有的宝可梦，让他们粉碎地球。这个星球已经完蛋了。这是我们需要捕捉的第一只宝可梦，小泉石。看墙状，为了安全，这里有一个网和两个精灵球。那就是他，你准备好了吗？加油，詹姆斯！我的石头额头受伤了，我从另一边过去。杰西，这是我们的计划。我的石头呢？你和我 ，OK， 我们同时扔精灵球吧。好的，在这里。我爱你，兄弟。真好遗憾，抓紧时间，我们用 B 计划。B 计划，这个计划不好，别像个孩子，詹姆斯。不，好的，我们会徒手抓住他。抓住了，现在谁被抓住了？离开这里。他比我想象的要强壮，小泉石是无敌的。非常好，这是我新的宝可梦，它是我们的。我们必须把它的精灵球拿走，加入精灵球。哦，不不不，稍等，我们有更强大的武器。哇，臭枪，太聪明了。把精灵球给我，太臭了耶。来吧，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宝可梦是什么，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名字，我在等待哦。再见，队友们。下一个宝可梦是胖丁，哦，真是个小可爱。不不不不，他的歌声可以让你晕倒。我给你们保护措施，太棒了。接下耳机戴在我头上好看吗？在他抓住你们之前，你们必须偷偷靠近并抓住宝可梦，明白了吗？什么？我们什么也听不到。嘿，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不能。听，是我的错。喵喵，出去。胖丁，你可以练习唱歌。好的。耳机。杰西，我拿到磁带了。你把一个袋子套在他头上。什么？我听不见。你在他头上放了一个袋子，我抓住他。你，我，什么？好动。哦，袋子。我们开始吧。你的演出结束了，我们成功了。进入精灵球，胖丁、雷哈娜，任务完成了。Yeah. 小火龙是下一个。这个宝可梦的火焰喷射器非常危险。哦、oh. ，谁在里面？对他，小火龙宝贝，
如果这个视频获得50000个赞，我们会告诉你下一个孵化的是谁。小火龙行动，你需要这个，穿上制服，放上红辣椒诱饵。好的，躲起来，好朋友，他在那儿。停，你又让警报器响起来了。我要休息了，你负责。这没什么，詹姆斯。等一会儿，你没看到你在踩谁吗？我很抱歉，我拿到了金球。杰西，过来。这边的。谁想要辣椒？我的女士，这里有美食给你。我喜欢辣椒。谢谢。这。来吧，詹姆斯，要么是现在，要么永远就没机会了。好烫！怎么回事？进入金球中，小火龙完成。火箭队，干得好，火箭队！你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伊布，另一个可爱的小绒球，它可能会构成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对你来说，詹姆斯。不过别担心，我会给你保护物品的。来，戴上眼镜。带上他们，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嘿，詹姆斯，别再胡闹了。嘿，伊布，我饿了。你可以吃一个苹果。他在那儿。我们走吧，安静点儿。詹姆斯，我什么都看不见。真帅。搞定你了，詹姆斯爱上了一只宝可梦，这给你的，大耳朵先生，你偷走了我的心，这给你的，幸福的蛋糕，我很喜欢零食。吃完你的金球蛋糕，伊布，我怎么了？你在我的厨房里做什么？保护好你自己，简单。行，奶油攻击，我什么都看不见。啊，火箭队，我们走吧。什么？我的金球在哪里？这是天赐的之物，耶！钓鱼成功了，你们所有的宝可梦都属于我们的了。纸燕咆哮虎，你要当卧底？火箭队，太可怕了！坐下，詹姆斯，他能摧毁我们。冷静，我们可以的。赤眼咆哮虎很强壮，他的缺点是他不聪明。你可以做到的。这是你们的宝可梦的逮捕令。什么？根据国际宝可梦权利公约，这个类型滥用了他的权利。我是不会就这样算了的。这是我们，我要投诉。看看海报。明白了，我想要回我的宝可梦。这样好多了，拍一张自拍留念。把我金球还给我。你得走了，我会报复你的。是他们。如果你不介意，我就拿走它。我可以买点爆米花吗？我在执行任务。
我们都有了。打扫这里，有人在打电话。这里是坏蛋的巢穴，他们偷走的所有的宝可梦都在这里。但是这是他们邪恶的计划，但是我会处理这个的。等一下，不，我们的宝可梦抓住你们了，火箭队，真是让人崩溃。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嘿，你们被捕了。砰！哦，我快完成了。嘿，囚犯们，该回牢房去了。赤焰咆哮狐，看着他们。顺便说一句，不要做任何愚蠢的事情。你是我的好孩子，我最好的伙伴，你可以休息一下。是他，老大，我们好开心，让我们出去。耶，我们得救了。火箭队又逃跑了，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要参加宝可梦锦标赛。皮卡丘会选你，去吧，路卡利奥。很好，你们可以开始。这什么宝可梦？路卡利奥，无敌的斗士。皮卡丘，电球。用波导弹冠军，鼓棒乱打，耶！干得好，皮卡丘！接下来呢？从上面打他，耶！你必须干掉他，十万伏特。卢卡利奥，卢卡利奥和皮卡丘之间的决斗以训练师菲尔和他的宝可梦获胜而告终，恭喜！这是我们的新冠军，多么不公平！手，我们回家吧。手，我们玩得开心吧。不，不要。多毛是噩梦，你太多毛了，你需要我的帮助。皮卡丘，我们来玩吧。这只是开始。手，跳，皮卡丘，跳。手，过来，手。你太沉迷于你的玩具了。我有个点子。我们和你一起测试断头台吧。冷静，手，会很快的。我不能看。手，固定住哈吉。我终于自由了。你要去哪里？手，你得离开这里。加油，卢卡六，振作起来！无论如何，你都是我最好的宝可梦。哦，你想要一根新骨头吗？给你。不，好的，休息一下，哥们儿。哦，这什么？一只未知的宝可梦，它非常稀有，它会是我的。过来吧。我们看看你是哪种宝可梦。我会叫你手。停，不要逃跑，我不可怕。看看我有什么，柔润的护手霜，你的角质层会喜欢它的。嘿，冷静，试试看。
手，看看我带来了什么，这些你也想要吗？这是给你的。Yeah. 我们会组成梦之队，你是我最喜欢的宝可梦，我呢，没有什么比 Sparrow 更好的了，尽情享受吧，我的无指朋友。不过他从来没有给我做指甲，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真是个叛徒。我们继续吗？拜托，不要用刀。哦，这是我做的三明治，别再这样了。不，放下斧头。哦，我终于找到了，这太完美了。天哪，猪腮，不，好痛，击中。我甚至可以闭着眼睛这样做，救命。击剑不是我唯一擅长的。嗯，手，他在哪里？藏在盒子里，他不在这里。他能去哪里？手，嘿，怎么这么慢？我们开始练习吧。嗯，干得好，学我所有的动作。还有锁定动作，开呀！一点时间都不给我，你可以更快，手，加油，努力锻炼。498，499，500，看到了吗，教练？该你了，手，干得好！我爱迪迪乐。如果你要装模作样，就回到精灵球里去吧。你也是的，手，我的宝可梦们要开始了。手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么久，你们可以重赛了。我是最好的宝可梦训练师，集中注意力，皮卡丘，你会赢的。你准备好了吗，手？叛徒，这不是说着玩的哦。祝你们好运，朋友们，我们开始吧，皮卡丘。你很快就能打败这只弱鸡的小手。想念你的好朋友吗，手？穿上盔甲，小家伙，现在不用担心触电了。这是橡胶手套还是什么？嗯，也许电压不够。不，这样不行。抓住你了，我举起奶昔，祝你长寿。你玩阴的，我不干了，放开我的爪子。3、2、1，皮卡丘输了，我们回家吧，皮卡。耶，衰仔，干得好，手。所以获胜者是 Barney 和手。手，回家吧。什么？我不喜欢。叛徒。我们这节课的主题是如何制作精灵球。精灵球是你成功的关键。啊？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摇动精灵球，知道了吗？不要这样做，绝对不可以。接下来，你们需要计算抛出精灵球的正确角度，这很关键。向后倾斜，扔出精灵球。你好，胖丁，这简单有效。好了，胖丁，谢谢你的帮助。那么谁先进去？穿红色衣服的男生，我，我很乐意。谢谢你，老师。计算角度，瞄准。你疯了吗？我的眼睛！你把凯文变成了独眼巨人。是时候了，这就是我需要的 Barney。 你失败得很惨，真是糟糕。我可以出去吗？我们这里的邪恶已经够多了。坚持住，手，我会把你从绑架你的舞会中解救出来的。
地震！停！我怎么打开你？嘿，拜托！没用。我好晕。你是史上最差的宝可梦训练家。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听说他们有选美比赛吗？我要申请。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我必须为自己找到一只强大的宝可梦。我要举办精灵宝可梦试镜。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来试镜。早该开始了。我需要诱饵。皮卡丘。是皮卡丘。回来吧，朋友们。那么我们开始试镜吧。第一个宝可梦。你好。你好。我们看看呆呆兽。不，我不喜欢你睡觉。下一个。我说下一个。过来，科瑞虫。嗨，我是伊布。我们来看看。那么你能做什么？太开朗了。下一个。你好。你好。这是炎热喵吗？你还是个孩子。闪开，矮子。别叫我矮子。我已经进化了。我有没有提到我会演音乐剧？赤焰咆哮虎，你正是我需要的。我们走吧。好的，我们应该开始练习了。我们看看你能做些什么。令人印象很深刻，我不用手也能做到。无聊。哼，是这个。完成。你知道我喜欢这个。我们要打架了。剪刀石头布。我又输了。我是你的老师。我们要打架吗？我很乐意。战斗，我们开始吧。一只可怕的小猫拿着教鞭。手，它在哪里？哇哦！该用湿乎乎的绝技了。赤焰咆哮虎，你在玩吗？战斗，干掉他！湿乎乎的绝技，跑起来很棒。够了。你让他生气了，憋了气水。停，这作弊。请拿着这个。你牺牲了自己。阿姆，够了，我应该结束这个。胖丁，唱歌。胖丁，胖丁，胖丁。大声点，亲爱的。
来了。不，不要这样。嗯，好可爱的样子。嘿，训练师，醒醒，伊卡利奥，我很抱歉。嗯，啊不，他又醒了。啊？再见，大个子。手，你还好吗？太好了，这给你的 Barney， 你新的宝可梦，你真好。我很高兴见到你，手，想回家吗？我们答应过给大家看谁会孵化的，是索尼克。